九敏，九敏，我去，小狗头，这蜜蜂窝是随便乱填的吗？这下被蜜蜂困住了吧？还让狼哥我来救你？谢谢啊！哎，都救你多少次了，也不差这一次啊。没错，咱们呢，直接把小狗头给拉回来。我去，这他妈咋还炸人呢？哎呦我的妈！刚才咱们大意了啊，没有闪。这次呢，咱从旁边石头绕过去。哎嘿，这不就救到？丢，怎么还失败了？不是，这咋失败了？这小狗头还咋笑这么开心？嘲讽我？笑死我了，浪哥！这有怪事让你救蜜蜂，你去救小狗，你真行啊！你别笑。救救蜜蜂，我去，还真是啊！我心态崩了。来来，让我仔细看啊。这蜂窝上好像有个木塞儿，把蜜蜂全堵在里边了。那咱们直接拔掉它，哈哈！直接把狗头呢，这都满头大包，最后只能躲在水里当缩头乌龟了。OK， 下一关。这关是保护蜂蜜哦，嘿嘿，这搞清楚了保护对象，这过关不是轻轻松松吗？小狗头，没浪哥我帮你，你还这么皮，活该被蛰。哈哈，小狗头把蜜蜂全都引走了，那这蜂蜜我就不客气啦。兄弟们，怎么样？你浪哥我稍微那么一认真，哎，这就轻松过关了。是不是值得你们动动发财的小手，给浪哥来个长按点赞，强烈推荐啊！浪哥提前谢谢你们了。对了，不白点斗图神器大家都玩了吧？看我自创的斗图表情包，哎，拿去随便发吧。你们也可以去试哦，看谁先升到斗图王者吧。外卖侠，啥意思？哦，想吃外卖了呗？没错。让我看你点了啥？脚德鸭，不错不错。这墙上有铁丝网。旁边还有保安，得小心点啊！从这绕一下。What the fuck？ 哎呦我的妈！我去，这一不小心碰到了。这外卖拿不到，就要去食堂吃了。这打饭阿姨手抖的，跟得了帕金森似的，这完全吃不饱啊！不行，这脚到鸭我拿定了。哎，兄弟们，这有个螺丝，这可以把这里啊作为一个支点，然后在这里拐一下。哈哈，顺利拿到外卖，大口喝快乐水，大口吃炸鸭块，这日子啊，神仙也不换啊！出奇制胜，强身健体，我去，这难道是推推推大妈加马老师？可以吗？策划必须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咱们获胜的方法肯定和偷袭关。他既然是赤手空拳，那咱们嘿肯定要选个武器啊。不讲武德，武德那什么能吃吗？你好坏哟，我好喜欢。那咱们就选这个大扩建，绝对无敌啊，死鬼老贼受食。哎，啥情况？不讲武德，我去，一脚直接给我踢飞了。这啥情况啊？这么一碰到武器就直接失败了？那好吧，那咱们就直接堂堂正正进攻啊！十五回手掏，这正面进攻也不行啊！不是，这咋整啊？真的太逊了！你得一个啥？我肯定有办法战胜你！哎嘿，兄弟们，你们看，这副牌匾缺两个螺丝。啊，这个螺丝呢就快掉了，那咱们只要稍微这么一拨，那岂不是？你不要过来啊！嘿嘿，说啥也没用。拿下。